哦、oh, ，nice！ 邓文迪，哇、wow, 哦、oh, ，好球！大房东的助攻不是盖的。哦，邓文迪如果不受伤，这个在场上的帮助，这个太多了。哎，小心失误了。哎，施晋尧的失误。左边李梦雪，哇，飞上去了。同一个场地，同一个对战组合。球给到禁区，又是张忠宪，全场飞奔。富邦也是打得很顺，每一个人都有接到球，每个都有得分的机会。还有就是包含你的，可能是你球场上的经验和你的知名度，对，还有你的薪资。张忠宪投进了三分球，不过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帮年度基验嘛，帮陈兴安拉、是来自守正的母校松山高中。哇，真的，哇，好漂亮。这根本不用战术啊，是，对啊，球给阿鼎，是，有点危险啊、哎！球打到林振的脚上，卡西亚，哇塞，一打三，对、啊，是这么高，对，然后他的动作虽然有一点点的没有那么的快速，可是你看他的这个数据，最后打一次，对啊，非常好，张忠宪再拿两分，哇，暂停，这个分数已经拉开到21分，领航员这边喊出了暂停。这些规章，第一季有点就是边打边去试探这种感觉。哦，好球，张忠宪！张忠宪，哎，现在换忠宪上来了，应该会爆发。你10个人、12个人其实都是可用之兵，在练习的时候，你的强度就可以拉成。你可能第一组跟第二组没有什么先发替补啊，所以你看忠宪上来，哇，我相信这个是有赌注的。球当中哦。Jordan 一个人包办了5个，哇哦，又是张忠宪，哇哇哇！赖廷干脆。